也是，孩子挤来挤去的，这个也累。哎，那个学校不是没给这个当地的学生安排住宿吗？黄磊说跟他同学挤一挤，来，吃吧。哦，我今天特别累，我想喝一口。喝点啊？那行，少喝点啊。自从欢欢出这事儿以后，哎呀，我这脑子里总在想，你说我这个当妈的是不是特别不称职啊？你既然有这个想法，正好孩子也不在家，我也想和你谈谈。我跟你说，咱两个人是不是把这个钱看得太重，把这个人你说欢欢出这么大事儿，咱两个就没往心里去，还和哥呀姐呀在这争房子争地。我不瞒你说，我这两天一个人开车，静下来的时候特别难受，那个眼泪啊，莫名其妙的就哗啦哗啦哗啦往下掉。我真是后怕，你说那天要不是有于耀廷。欢欢要真是出了事儿，王红，咱就那么一个女儿，光这要出了事儿，咱争房子争地有什么用啊？是。什么用？要是连家里人，哎，你说欢欢怎么想的？欢欢的感情咱们在意过，这咱要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？那你说他这房子怎么办呢？姐是什么意见？要真让咱赔，咱砸锅卖铁也赔。哦，你这话我心里就敞亮多了。行了，别难受了，先吃，先吃。